哇啊啊！游戏流程大概约50分钟，我操，这游戏这么长的吗？游戏名字叫776号套房还是什么房间吧，应该是。我们找到某个人死在他的房间里边了，就是个776号房间嘛。他就嗝屁了，完之后还有他7岁的孩子。他和他7岁的孩子死在这个房间里边了，然后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所以说我们要去找到这个事情的真相。哦，我们一上来就在一个电梯里边，这电梯真干净，如果是国内的电梯，这肯定都是广告，广告广告全是广告。不过这电梯就一幅画也行。死者大峡谷，这电梯这么慢的吗？而且这电梯不显示楼层，哎，那我怎么才能知道我到哪一层了呢？776号房间那就是7楼呗，电梯到7楼这么慢，难道是770楼？77楼，应该没有77楼吧？776号房间是吧？772、776在哪儿了？这两张画一样的哦，这儿了，这是76号房间。这个房间进去，我靠，什么鬼设计？是圆形的，顺时针那么一个正方形的，有个纸条。OK， 上面写了个10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就进他宅，他这个房间很神奇，它是一个正方形的构造。我靠，我这能看见外面，这边有什么东西在悬空哎。所以说这游戏就一直转圈转圈转圈转50分钟吗？对，所以说这游戏是致敬 PT 的嘛。我们每次转一圈之后 ，NE 点一下铃铛。这个门是锁住的。我的，它这个宅子是一个回旋型的构造，但是其实这个宅子估计是根本不存在的。这个门也是锁住的，不是7楼吗？我这看整的跟2楼一样啊，假的吧？游戏BGM变了，有人在敲我们的铃铛。这不是我们敲的啊。What the fuck？ 我听见灯碎了的声音，不是我敲的铃铛啊！我怎么听见有人笑啊？我操！我们被灯给砸了。我听见有人在笑，有点像 Jackie， 像 Last Year 里边的钩子的那种声音，喘不上来气儿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就晕过去了。我估计要刀我了，我不玩了。这个灯要砸死我，我不玩了。这才是游戏正片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开始，刚才是序章啊。776号房间，游戏的音效做的还可以。哎，我们醒过来了。哦，我们刚才就一直被灯砸晕晕到现在啊，是刚才那个地儿吗？不是啊，这是另外一个地方。窗户跟门全都锁住了。
还有夜市，夜市哎，真就机灵了 ，PT 呗。这个绿光什么意思啊？它绿的我有点发慌啊。哦，这个就算是灯吧，摄像机的那个灯吧，探照灯吧，有钥匙。不知道是哪儿的钥匙，这也太黑了。看看是哪儿的钥匙，还有 I 呢，惊了。这儿呢？打雷嘞？为什么？这有个鱼钩啊，钓鱼呢？您搁这儿？哦，这个门开了。原来这边能过来的吗？这个纸条。哦，柜子锁住了。这个小箱子需要一个药。哇，还能上楼哎。不行，上不去。哦，这门开了。僵尸是吗？我差点看成了 RNG。这宅子里有僵尸了。什么在？哦，灯在响。真就跟寂静岭 PT 一毛一样呗，低廉价版寂静岭 PT， 真就 PT 呗，连吓人的情节都完全一样啊！在演我。等等，我们要再敲一次铃铛吗？好像有一个僵尸，我也看不太清楚。是僵尸吗？正常了吗？人每次敲一次铃铛，这个世界就会崩坏，是吗？哎，正常了。哦，你敲铃铛会在正常世界跟不正常的世界之间轮回。这边是餐厅哎。是餐厅吗？有张照片。哇，这哎，冰箱拿锁给锁住了。牛逼，谁家冰箱？这是在寝室是不是？拿到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哦，我要找到六张照片。是他妈，冰箱用密码锁。你是怕谁吃啊？我就纳了闷了，绝了！这冰箱定制的吧？等会儿。哦，好吧，没有摁铃铛，摁铃铛是不是就正常了？我的，怎么这么多人偶啊？真就，哇，真就机灵 PT 啊！嚯！吓一跳，怎么绕了一圈？可是，我们并不能知道密码。我们现在要逆时针转圈，是吗？
等等，是不是又要敲一次铃铛啊？是不是的主核心内容就是敲铃铛呗？不让敲。这娃娃，这是人偶，这个应该是裁缝用的那种，但是他这个建模建的太粗糙了，没怎么好好的整了。这里边也站满了人偶哎，站了一个。哎，这楼上门开了。哦，原来能上二楼啊！进不去。从楼上能看见的楼底下，我又拿到一张照片，这个被木板锁住了。哎，你家房子还挺大的，没事还有浴室的。我的妈！我拿我的螺丝刀把这个地板给撬开了，那三分在里边，什么东西在里边？7572，行了，我们知道密码了。楼上好多道具啊！等会儿这边能下去吗？这边哦，这扇门也开，我先把照片摆上去。等等，刚才这个地儿有人偶吗？整的跟173一样，又拿到一张照片儿。打雷了，外面还差两张照片，7572是吧？靠，这个人我在我屁股后面，我输密码感觉怪怪的。等等，他是不是动了？谁家往冰箱里边放个老虎钳子呀？嗯，冰冻老虎钳。哎，等等，这个地儿人偶消失了。哎，这刚才有一个哦，这个人偶自己滑到这儿来了。我们拿到一个钳子，不知道干啥使。123木头炉的，这刚才有吗？钳子应该是开楼上的吧，爬不是纯金老虎钳。哎，等会儿，楼上啊，上楼上楼上楼，应该是楼上。关键是这冰箱有那啥，有密码锁冰箱，哎呀，这儿的吧，应该是。靠，这个门是锁住了，你拿了我钳子敲掉一扇锁没有用，但还有一扇锁。我的，我们怎么退不出来啊？这个走廊里边有一个女鬼，是女鬼吗？应该是女的吧，因为穿白大褂，她为什么不动啊？哎，我怎么退出这个显示器啊？我的，喂，关了呀！哎，你别看了，要出事儿了。得，站门口了，想。喂，还看看哪呢？看，要出事儿了。哎，别的不说，这显示器还挺高清，1080p 的。哎，
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摩托车。嗨，我的小宝贝儿啊！我操，上面有一个头发是丝带啊。他没了，我靠，是他妈你家让你们家人偶洗澡是吧？我操！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 ？Junk in my head？ 什么玩意儿进入我的脑袋？是吗？哇！吓我一跳！我一扭头，突然一个女鬼起脸，我都震惊了，你知道吗？吓我一跳，绝了！战术后仰。哇！不要硬，这游戏非常平淡的时候，突然给你来这么一下，受不了。我被蛇吻了，我被墙吻了。你想象一下，有一个人过来把你给墙吻了。die die dead di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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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ie。Spa Spa Spa！ 我操，停电了！妈的，这儿的钥匙吧？哎，我操，那是哪儿的？我是不是让他生气了？他妈，他都吻了我，谁生谁气啊？我操！我听他声音了。等等，他是不是在巡逻呀？他都把我给糟蹋了。让你家宅子不交电费，把电费交足能死啊！这到底是哪儿的钥匙啊？这扇门的，操这！哇！快走！我没电了。地下室才行。What？ 怎么还有地下室？这还有个手机？这是哦，不是手机。这楼还有地下室呢？迷宫吗？这是？我操！我操！这他妈啥玩意儿 TNT 吗？哎，赶紧飘过去干什么东西？是不是过去个什么？等会儿，拿到一个我也不知道啥玩意儿。哇，那有个斧头！如果拿到斧头，我就可以把它给劈了，是不是 ？Nice yourself, nice activity。这地下室真透气儿。哎，我们拿到一个什么东西，我都不知道。圆锥大螺丝钉吗？哇哦！我瞎了你呢？
这到底是个啥玩意儿？炸弹吗？哇，我瞎了，这太亮了，刚才黑了一匹，现在突然、我屌你妈的，我屌你妈的，我就他妈的屌你妈的，哎呀呀，有凶器了，有斧头了，但是斧头好像未必能砍鬼啊。又没电了，什么声音？还能再？完了，开不了了，就这一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铁子们。啊，讲解底有照片，那不是灯，那不是灯吗？斧头哥太累了也行。哎，怎么突然？我的键盘不受我的控制啊！这么恐怖的吗？直接拿斧子把他给砍了吧。说实话，这有什么好怕、啊？直接掏斧子教他做人不就完事了？他妈哪有照片骗人？哎，真有。不错了，不好意思。ごめんなさい。哦，我可以拿斧子劈楼上那扇门了。但是，哎。我们来的路被封上了，这楼梯您就不能好好建模吗？ What the fuck， 这什么破设计啊，这么长走廊，按这么多门框、啊、你们家有门，这就说你们家没门是吧？我操，他这个走路的姿势他妈太诡异了吧。哎，整个人跟麦克尔杰克逊倒过去的，你知道吗？有钱呗，有钱安门框，没钱安门。操！楼上那扇门应该能开了，我上去看看。门框挺贵的吧？这儿的吧？哎，它上吊了。这女的她上吊自杀了，喂，哎，哎，哦，这就是她。这就是那个76号房间的那个女的吗？你好，再见。怎么越来越黑啊？刚才房间有这么黑吗？然后呢？你别他妈跟我哥死人关一块儿啊！这他妈多膈应人啊！别说跟死人在一块儿，人他妈死过人的屋子都不能住，好吧？哎，拍两张照片，做一个法医鉴定。哎，哎，哎。搁这害羞啥呢？回答我，面对我，让我看。啊！哇靠喂！我的妈！大家好，我回来了。
我回到了一开始的起点。啊，等等。哦，这回就结束了，这是一个轮回啊。我们到那个地方就会被打回这个轮回，然后你就会无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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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次游玩这个游戏，你就会一直在这个游戏里边一直轮回，你知道吗？主角拿着 DV 机去到这个宅里边 寻找这个女的死亡的真相，结果他就被困在这个轮回里边了。你就会无限的轮回，如果继续玩下去的话就会无限轮回，然后直到最后你又会要被鬼给啃了，啃完鬼的一瞬间你又要带倒带，然后再继续无限重复。我们少张照片，少张照片，我们如果拿到这张照片是不是会有个真结局啊？我们应该是六张照片，我们只拿了五张。黄金体验正文曲是吧，永远到达不了死亡的真实。